出来野营哦，车路啊，也算车路，一边可以野营，一边可以车路。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厕所，还蛮方便的。然后我车子就停在那边路的尽头，这边算是一个路的尽头。然后旁边是一条小溪，来看小溪。好，今天刚好是农历7月1号，鬼门开啊。那今天晚上跟朋友就要待在这个地方庆祝中元节。啊，最近闷在家里也都没出来啊，所以利用这一次。应该是两个朋友吧，晚上会过来。那我刚才下去看了一下，那边还是野营的地点啊，我到处都是垃圾啊，这个公德心真的是有待加强啊，国民素养水准太低了啊。带大家去看一下，待会呢我们会拿垃圾袋来把这些人制造的垃圾把它清清掉，之后离开的时候顺便带回家。这个缺点啊，小黑蚊比较多，白天小黑蚊比较多，小黑蚊多很多。哎呀，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讨厌一些人在户外烤肉露营的原因啊。我们也不用怪人家啊，那这也不见得是我们本地人啊，也有可能是外来的啊。如果听得懂就听得懂。好，那啊，现在有睡觉的点，我看起来就都还只是来这边过一晚而已啊。这个水准真的是太差了。好，看到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大概会在这边露营，那我会在上面车露，朋友会在这边露营野营。那这些垃圾我们到时候把它处理掉。来，来吧，好吧，我剪掉了。还有来一根针，这个是来一根针。
酸笋烤肉，他不是来野营的人，酸笋烤肉，然后吃完用完，我看外籍的比较多了，比较成本比较高，嗯，对，一样。买一个，你看下面普通的烤肉网，应该是那种红薯的，那种外形。哎，小狗哎，还有小旺旺，这是旺旺，这是我把它做起来的，你把它做起来。我本来要拍，然后算了。我那一天自己来有没有？嗯。它掉在那个洞，怎么会怎么生气？哦。啊！我去找那个，这个岛还蛮可爱的，快点让大伙想养。来，来，来，这只有他一只啊！哎呦，附近很多只的。哎呦，够高，还有多少？分工的，还有狗，有四周是野狗，五班狗。对啊，这个就是两条狗。这样最近还蛮棒的啊。那你不要带，他要不要跟你回家？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哎呦，你是小公狗哎。小公狗哎。哎呦，狗来住哎。哎呦。对啊，这边还蛮多只的。哦呦呦，我多送你一个。帮你拿去。来，这很干净哎。你看他那都是牛屎，你下次出门都带回去。也不错啊。它是长大应该能下去的。不是猎犬那种型的。啊。小旺旺来。喂，你也记得我哦？你也叫我？我提鱼叉头，我本来要甲你抓住，你都无爱互我抓，我抓一直叫。然后当伊是八个，他不要从啊，就拿一个。哎，刚才那个夹子可以让你夹那个脏的东西。好的。那手脏了再夹嘛，对不对？但是那个都卫生纸那个啊。我有带肥皂啊，有时候手会有啊。小旺旺，你今天不要走了，你留在这边，到时候有东西吃啊。过来，来，过来。你耳朵怎么那么大啊？那谁谁？She has no reason to be grateful. She has no argument to lose. She is not trumpeting her statements. She only came here.You were carnal and suggestive, full of booze and small blue pills. You will provide her with breakfast and a taxi back to the hills. But she's much prouder than your ardor. She has a grace that you can't see.She comes here without hint of favor. I shall never worship on her knees. And if you need her, she will hold you, both in memory and in skin. She has the means to create pleasure, so the both of you can win.
calm and cleansed and steady. When your mind is thinking clear, you may feel embarrassed and guilty, but really there's nothing you should fear. Both of you are travelers on the same road that leads to God knows where. It's only fate that separates you. You'll be the same when you get there.
来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过来，过来了。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过来。要吃的你才要来啊。小屁孩。过来。小屁孩。以后大条很大只哎。又在咬我的三脚架，来，要右三，右是两张脚，那个是南投的那一个啊。哦，你说那个。嗯。对啊。那、啊、他现在也上班啊？啊，没有说要来问您的。放的月份好不好？佛诞月，啊，对啊。他到时候又车上睡觉了，回来也不理你。我跟你讲，哎不，不会啊，他这边这样有散草，这是水草的一种。你知道有人专门种这个散草在庭院？在哪里？在庭院里面种散草。你就在那条而已吗？就找到一条绳而已嘛。没有啊，没有。那边很熟啊，对面，对面。哦，这边有啊，对。
花园国土。你就也可以是头发。下多远啊？主要是前面要吃，怕晚上下雨的。我今暗起来咯，你一手机卡个，手机的放呀。你手机卡能能耍，还有啥？是吧？你去哪里啊？会很重，还好吧，这个比较好，不会太重。别闹了，你这个八十，别闹了，八十多，你再多一个四分九。要不要练身体？我不要。你不要？我每天都练身体过了。因为这个还有，这个还是有点，这有重量。
可以啊、哦，可以啊。这个水量如果再大一点，会很好。重啊！这个泡水可以啊，但是你这个水还是尽量不要进去阻止水发流。冰箱是充电型的，现在发现是吗？那个冰箱啊，电电脑，主要是充电型的。电套出来，所以我们就推荐掉楼道。那就要怎么办了？还是带这么大的瓶子，水罐好。
嘴大无？应该袂嘴大。袂啊，伊溪水啊多着。我有带有，我讲烟，我讲烟，我说讲烟。我有讲烧的，啊，讲变烧的。这个你到处是有讲变烧的。好 Q 九一真的是，多我们到下面真的消你去啊，那边蚊子好多、哦，干，干这边也很多。没有，我就这边没有。好吧。你好，我这边刚才在看，还好我穿长裤长袖，要不然我真的又要裤型裤啊。没有、啊，先搞完就抱一下，都可以啊。我去洗个菜板呢。啊？怎么了？在这边，在这边。一个黄色的。这边，这边。我都把它冰到这边，要不然那边放不下。因为你里面有结冻水啊。酱油就好了，我有带那个鱼露酱。鱼露皮啊，那是生菜沙拉。哎、欸，你生菜沙拉看会放来对无？那有冰的，那有滴持续的冰。生菜沙拉。你明仔载。对。啊，这个可以退冰的，我们就退冰啊。这滚毛的爱心啊。哦。这里面今嘛食，还是要明仔载食？啊，明仔载有超食料啊。啊，这是啥？这个是他们，我掌握他们新产品。他买六颗，我昨天晚上跟他一人分吃一颗，番茄耶，然后它里面又有包花枝什么，然后这个用烤的，很好吃。现在修修甲，哇，花枝在那边。去滚了哦！没有，你可以先丢那个啊。丢什么？鲍鱼那个、啊。鲍鱼在哪里？有一包黄色的，是吗？记得。哦，看到看到。看到了。鲍鱼。挂包的无？真正是。真细无？这是高筋啊，这。是拢有细。恁细啊？你要从我姜外口里遐切。你有炸姜吗？我有。还有地吗？酱料鸭吗？我有带姜啊，在柠檬那里，就是那包吧。鲍鱼那个盐巴要拿给我，我直接倒盐下去，直接用羊来煮鲍鱼哇！啊，你刚才你用谁啊？你拿去我用了，那个啥，那个。那个啥，那个用那个啦，鱼露酱油跟用摩沙米啊。那是沾着吃，我说这一锅子面了、啊。我加一点盐哦。对啊，可以啊。直接加盐，要去包盐。我有带盐啊。哦，我把它弄成盐水。用你的还是？都可以，都可以。这个省得用。省得用。我加一香菇鸡麻油。哦，好。因为啥？盐是在一大包这样子。柠檬，我还有带你最喜欢吃的辣椒。哦，是哦，很辣。这种炒面椒，不怕辣了，就怕不够辣。嗯嗯。这个敢吃的哦，会觉得 OK。
我某我家跟他夹，啊，你就不要撑那个布就好了。哦，那个布有一种水，那个水那个藻味。哦，嗯，有藻味，那个海藻的味道。还是节奏的，伊个水啦啦好啊，节奏会变啊开啦。啊你安尼唔在嘿？哦，来来来来，好嘞好嘞。还是别装落，装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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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换来的无拿食鲍鱼出来。原来就吃到，原来就没有鲍鱼吃了。我俩试一下，我去。这养殖鲍还是野生鲍？养殖的，一斤，一斤五，还一包500块，是吧？这应该无包的量吧？无啦，我讲我食惯。哦。我爱吹过。除非这台车了哦。有那个蘸酱吗？啊？有那个小的。我讲，我有带。要不要调回碗筷？我这个杯子给你用，我另外一个杯子，真的，哎，可以用。这个杯子，我要就是垃圾。没，不方便啦。用竹筒吗？竹筒不方便啦。啊，你有脏话不？有脏话。啊，你有料就用碗的话。我反正。啊，你要用那碗呀？用竹子当碗呀？那当起来呀？餐餐点，要不要？这两只上，你要不要了？这两只上竹子做的，这两只竹子做的，要不要了？不要了，歪头啊！我讲看，看，看环境来决定我要怎么样去录。怎么说一说？如果今天是要背包走进去，啊？我就用这个啊。哎呀，你就用这个啊。不过如果是背包走进去啊，那个一定用最简单的方式录的。就地取材。对。那这个地方呢，坦白讲，就是有车子到，就吧？树溪的话，华裔的话，刚好，你有闻到那个海藻味？对啊，好了，那个取出来啊，太久会太老，取出来啊，没有，把它放在砧板上，拍点照片，吃那么好，对啊。他那些的姜可能有沙，都觉得怎么有沙？没关系的。哇，这个他要逃，可能会有点老。他就已经要逃了。啊？他已经要逃出来了，没看到？被罩啊，有吗？有罩底。嗯，别跟你讲，再老我都吃了。他这一个啊。这也可以吃，但是这个就是海藻味，它的布，就是它的那个消化器官吧。对啊，然后这个我是觉得比较不好，我都吃那个肉。哦，这应该是消化器官，就是它的布吧。汤。